Hello， 欢迎来到 Eric 地名。我是 Eric， 我是小文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。如果没有看马来西亚槟城 Vlog 的人，记得去点右上角看这组的 Vlog。如果还没看我上次开箱这个镭射笔的观众，记得点上角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是要用这个镭射笔来玩一个游戏，会有这个积分板，不是积分板，就是那个分数表，对，分数表，然后呢，把它贴在墙上，然后我们射笔先对准，看你要对准五分，然后呢，三二一射，如果射到旁边就是零分，如果射到五就是五，一就是一，但是你不能移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哦，零分。现在结果出来了。我第一局呢是零分，第二局一分，第三局零分，第四局一分，第五局两分，第六局两分，第七局一分，第八局五分，第九局一分，第十局零分。小文是吗？第一局好，我是第一局零分，第二局四分，第三局零分，第四局零分，第五局零分，第六局两分，第七局一分，第八局一分，第九局一分，第十局一分。那我总共是13分，我总共10分。那所以这是赢家就是我啦。那我们记得下一集再见，拜拜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留言，没默契。